新小学音乐三上三年级上学期第三单元开始要吹木桶笛了。第一个吹木桶笛的时候注意，常常初学者会犯，他就是随便吹气的，呼呼呼，随便吹气就好了。但是其实吹木桶笛不能这样随便出气，我们需要这样子，像吐吃西瓜吐西瓜籽一样这样吐。吹完的时候要用你的舌头去顶住吹嘴的部分，我示范的是两个方法，一个是一般吹的时候变这样，另外一个有吐后变这样，有没有声音？嘟嘟嘟，声音也比较集中比较有力，而不是呼呼很散，你看哦，感觉就像我在吹的时候我讲嘟嘟嘟嘟嘟或吐吐吐吐，现在跟着我一起做四次吐吐吐的练习了。第一个，我们先坐直，不要这样吐着鼻吹。OK， 坐直挺胸的话呢，我们先不用去按到这些音孔，我们首先抓在这边，跟抓在这里。OK， 好，四个，听我做一次。好，你们一，很好，好，再一次哦。Very good. OK， 那我们试试看，用力一点吹。有时候可能有些同学吹起来会像这样子，那声音破音代表说什么？太用力吹，可以稍微小力一点。但太小力会变这样，这声音要有没有的很怪。OK， 所以力度适中，自己想找到一个力度呢，刚刚好，然后又不会破音，然后听起来声音又舒服的，再试试。刚开始基本的吹音会吹以后呢，我们就要开始练习按这些去吹。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是 B E A B C 的 B， OK， B B 呢就在我们五线谱里面的中间一条线。那怎么按呢？我们木桶笛后面有一个孔，前面有几个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孔。OK， 那怎么做呢？先拿我们的食指放在上面第一个孔，不要用指尖呢，我们用指头的这个叫指腹的地方。用力按下给大家看，你看这手会有这个圆圈的这个位置。 OK， 当然不用那么用力按到都有个印子，然后这夸张一点给大家看哈，按这边，然后呢拇指呢一样后面这样按。 OK OK， 这样子按，好，这样子按好。那假如这样，很多人吹的时候会这样子吹，喂，用这只手干嘛？不要浪费。 OK， 手帮我稍微往外顶着一下，顶着把鼻子顶出来，然后呢顶出来的时候呢，刚好这边固定不动嘛，然后这边就会靠在你的下嘴唇靠紧这样子。 OK， 当然不要用力吹啊，就稍微轻轻的顶着就好。 OK， 顶差不多在这个一二三四，从下面算第四个孔的后面的位置。好，试试看 B， 听我吹四个。 OK， 换你四个，好，再一次哦。好，要留意一下你吹的音有没有跟我的音差不多呢？还是你的声音会不会这样？如果这样就变成是什么？呼呼呼的吹完，嘟嘟嘟嘟，很有力的四个。还有留意你的声音会不会这样？太用力破音了。B 学完以后呢，我们要再学另外一个 A。A 怎么呢？看一下这，在五线谱的中间一条线的下面一个空格的位置。好 ，A 的音呢就是呢。先我们先按着刚刚学的 B， 以后呢多加一只中指上去。 OK， 这样就是 A 了。一样，我先吹四个，然后再到你吹四个。再一次，下一个 G， 由下面数上的第二条线的上面的这个音叫做 G。 一样，我们以刚刚 A 为基础不动了，多加一只无名指按上去。 OK， 这只手一样顶着这边。好，一样我吹四个，再到你吹四个。好，再来呢，我要吹我们的范例 A 的音了，和 B 跟 A 的练习。然后需要特别留意到中间的位置有一个
在五线谱上面有个 V 的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打勾的一个 V 呢，代表那边我们可以换一口气。所以还没吹到那边的时候，你要尽量保持你的气，稳定的吹完这一两个小节。好，听我吹一次，先吸气。在吹之前呢，先最好先自己数个四拍，平均的四拍再开始。然后你这四拍数多快呢？你每一个一拍的音呢，就要吹多快哦。不要数这样，一、二、三，是很慢，然后吹是就不行。OK， 你数多快你就吹多快。好，再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。有留意到吗？我换气我不会那么夸张，我就嘴巴张开一点点，吸吸一小口气就够了。吹完这个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笛子差不多要轻了，有时候会可能出现笛子吹不出太出有声音的时候呢，怎么做呢？将你的食指顶住在这边，用力按紧，然后呢吹一下，用力吹一下，一下就会把口水吹走。好，我们试试看吹范例 B， 这个范例 B 注意哦，它是三拍的歌曲，所以我们数的拍子变成数一、二、三。 OK， 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有些同学呢，可能已经跟得到我的速度吹完两条旋律，但有些同学还没办法吹到，那怎么办呢？有两个方法，第一个呢，多练；第二个呢，分一小一小段练。我们先吹好 A 放力 A 的前四个音，前四个音怎么吹呢？但是我想90%的同学这边都没有问题，会有问题就是 B 换 A 的这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就多练习一下 B 换 A 哦。好，我们再试试 B 接 A。哎，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呢？好，那吹完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就再试试看哦。B A G 应该最后第四个小节上 B A G， 大家那边常常会来不及按 G 的，就是单独试这边。再一次，好，那我们现在从第三个小节吹过来了。再试试。然后现在我们再看范例 B， 可吹不到的，现在变成刚刚是 B A G 吹啊，现在变成 G A B 吹上去，我们试试看。试着吹第一跟第二个小节了。